花庄是一门最具神秘色彩的拳馆，其起源相当古老，相传为2000多年前修行于昆仑山上的云盘祖师所创，故此也是昆仑派的经典拳法之一。它着重于强身正气，以极其艰苦的底架训练为主，动则身轻如燕，静则重如泰山，为历代行家里手所珍爱，成为一种闭门自修的秘功。梅花桩又名武式梅花桩，是因为套路中的大式、顺式、绕式、小式、败式这五个基本桩步而得名。武式是静止的，而行拳中的三法，即扎法、摆法、撤法，与武式动静相接，珠联璧合，构成融桩法、刑法于一炉的独一无二的练功模式。在基本功达到一定水平之后，便可以进行对打训练。梅花桩的技击分上中下三盘对打，扩言之就是集打拿摔于一身，在竞技中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可以起作用。看到子孙后代日渐精进的武功，梅花庄的一代宗师韩其昌老先生足以含有拳了。